呆萌的呀，好可爱，呆萌的好可爱呀。你们来回近一点给你们，好吧？我回来。啊，好可爱呀！我的天哪，哇，好可爱。嗯，三姨妈，三姨妈，下次去我家做客好不好？我买好的好吃的给你吃，我送很多礼物给你，好不好？亚彩过来，帮我翻译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肖飞扬。我们有好几个月没有去那个看那个伊西玛，还有莫兰那个村子里面，好久没有去过了。然后我刚刚那个新冠康复啊，一个从非洲过来的朋友，跟他聊了一会天就感染了，然后在家里又躺了一个星期啊。今天刚刚好一点，你看我现在我的嗓子已经出了点问题。这是我的新翻译沙菲啊。Hello， 你好，大家好。今天看一下我的沙菲，那个沟通能力会不会强一点啊？看能不能把那几个小孩子搞定。把这几个大孩子搞定，让他们维持秩序，不要破坏秩序。如果能搞定的话，我以后我们就可以经常过来。好吧，我们等会见吧，我就不啰嗦了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兄弟们，我们两个月没有来了呀，有好多女孩我都不认识了。这个是宝布，你们还认识吗？宝布，你好，宝布，我都不认识你了，两个月没有见，都不认识了呀。这小女孩还记得吗？这个宝布，请她吃过牛肉。哎，这个小娃娃，看一下，兄弟们。来，给你这个小娃娃。有，这个小娃娃好可爱。真的好。兄弟们，我要找我的那个伊西玛，这个女孩真的有点不记得了，真的有点不记得。她每次来，她都会偷偷画这个画的。这小孩长得好喜庆啊，好可爱呀、啊！握个手。这个小男孩好可爱，好喜庆。那么瘦了都，兄弟们看一下，我们买了20多斤的苹果，还有这个牛油果，哎，这一起嘛。刚刚给了一个还没吃是吧？来，给你哥哥吧，这个给你哥哥。二个神，都不会笑了呀，以前好可爱的呀，以前变成瘦子这个样子的，我好想哭啊！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了呀，一起嘛，来，给你两个苹果，拿着，再给个牛油果给你。OK， 在这里休息一下。你好，兄弟们，看这个木亮的眼睛。哎，你好，来握个手，给你拿个苹果。来，这等我，这吃个牛油果，吃个大的。来，木亮，这是个大牛油果。OK， 来这里，这里，你旁边点，后退一点。妈妈 ，Yes， 啊哈哈哈哈，又是这个，叫什么名字？这个叫什么名字？兄弟们，过来 ，Selma， 哇，兄弟们，这个女孩叫 Selma 呀，我的天哪，好可爱！哎，她爸爸在不在？在家里是吧？啊、哦，这个女孩，我的天哪，那蹲下来，哎，对。叫什么？我又忘记了，叫什么？Selma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有点萌萌的，这个女孩也萌萌的，好可爱呀、啊，萌萌的。他们是亲戚吗？是的。嗯，来，现在吃苹果，两个苹果啊，一个牛油果，一个大的，大的啊，再吃一个牛油果来。他能不能笑一下？你笑一下，好吧？啊，好可爱呀、啊！我的天哪！好，来。
分你还说、OK Balanasa 啊、哦，来，你好，你好 ，Balanasa。来吃一个果子。谢谢，我也吃。吃下。哎耶，谢谢谢谢 ，Yes。Nice nice nice。你叫什么？宝迪亚。宝迪亚。啊，来宝迪亚，来，请你吃两个苹果。谢谢。谢谢。哎，来来来来来。Yes, yes, yes. OK. 你叫什么？萨勒吗？啊，来萨勒吗？哎，他叫个啥叫那猪？Thank you.
完东西他就来了呀。哎，出事了呀！留个爸爸电话给他，留个电话。你留他电话。兄弟们，我计划让这个爸爸，然后我们带这些小女孩去我家里做客吧。我们抽个时间，我们要好好的宠他们一下。太可爱了，实在是太喜欢了呀！大家喜欢这孩子们的，我们后面的视频会把这孩子们请到我家里来做客。正好我现在搬到了我的朋友家里呢，然后他们那里条件非常好，我们好好的宠一下这些小孩子呀，太喜欢了呀！哎呀，好可爱，眼睛是棕色的呀！拜拜。哎呦呦呦，没事，拜拜。拜拜，哎，好漂亮，拜拜，等我下次星期五我们见啊。这个兄弟们，这个小女孩喜不喜欢？好喜欢，好可爱呀、啊，好可爱、啊。抱一下好不好？抱一下。玩卡，搞来玩卡，搞来玩卡。啊，喜欢，好可爱。夏天，这小天，这抱一下。哎呦，出去抱一下，来，没有。啊，这小女孩，兄弟们，你再把这给我给说哈，做我的女儿好不好？哈，好啊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兄弟们，我又抱个女儿回去啊，好不好？去中国好不好？我把她带到中国去，多少人喜欢呀、啊？多少人喜欢呀、啊？好可爱呀、啊！看一下，好可爱、啊。